沈天，你看看别人家的男朋友，生日给女朋友做爱心蛋糕，你再看看你，每天就只会拉屎。不就是蛋糕吗？我这种超能力者做个蛋糕那是太轻松了。有本事你给我做一个丽莎公主。没问题。完成了。糟了，我不擅长做公主，我最擅长的其实是皮卡丘，要不我给你做个皮卡丘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完成了。啊，够了，你耍我是吗？